冬天。他玩应该玩 AP， 我不灭带都带了，这么地儿没看见打的是杰西。打他这他妈不灭都触发不了。我有破粑粑呀，从下午一直憋到现在，从早上起来吧，有那么一破屎。咦？想拉，很想拉呀！走位，走位，嘿，打不着！为什么他妈的四级阿卡丽跑上来刚克呀？完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怎么这么粗鲁啊？现在说话不带点他妈的都出不来，说不了话了，就一天天就跟这些跟这几个兄弟在这玩游戏，也都给我传染了。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就是王汉哲，第二个就是 C， 第三个就是轰轰，第四个就是同族，天天他妈的波神没波神，最近没玩过，不赖他，不赖他。最近他不出去了吗？最近没跟他玩，怪不着他。你素质本来就不好，放屁！我已经把我的素质都已经提高的不行不行的了，都已经。我已经好久没骂人了，在这之前，我每天呀、啊，我这心态老好了。闭口了你。
口你勾引成功。是口死的。没有死，有死教你。杨死。这波也还杀他。沉默。二喝错了。啊、哦、我们家这么劣势啊。好好，那得好好玩了。呀，大树刚打完那个，这小子星虫了。我没有口无关键。这玩意儿真他妈笨。那杰西放这个技能我必中。上身再吃一波。让我刚一下。再见。擦眼儿，擦眼儿了，我等个大招我再吃。打呀打呀，救救救救。救救救救救救。你俩杀我是不是不太行啊？哎呦我鱿鱼，还要杀我，我四千多地级。两虚空上车走。俩骨边风好厉害。让我刚一下。瞧瞧，净搁我身上偷钱呢。轮到我一直追了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以为我有这么点。啊，救救，败了。
来死。我来口了他。该我一直追。这么繁衍吗？这大树不捡灯头是吧？那么繁衍的那属于死的。有坑吗？死我沉默。呀哈，打死啊。沉默。嘿。哎哎，没口出来，哎哎，烦死了，追不上，我操，哎我操，恩塔 Q 别吧牛，我来看看，就一喷他就，哎呀妈的，他有闪现，我不然让他闪开，要不然我靠把他闪出来，他妈咋呀，你牛逼什么呀，你牛什么牛，你牛什么牛，你牛什么牛，那烦人，那什么意思，不你喷他，你很牛哟，完了，那猫快被他砸死了，还好还好，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完了，走不到了，哎呀，考你，波比就打伤害呗，原是残血，哎，啥也不是，我来进，好，得到。能不能让我动一下？
管青春，你他妈牛啊你！哎，你们仨想杀我呀？我一人刚一下先。变大，让我刚一下。走，我们打大龙。卡莎一死，我就随便杀。往后点。一波了吗？一波哪能出装备了？1846，惩戒能打多少？惩戒才打900。我操！我看谁这么狂？我来了！我一个大口子1480，起！那就杀你！那么烦人呢？有点大，有点大，包一下你的蛋一下。哎，喂喂，大不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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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大不大？大大不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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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逃？哎呀！正好10000点血，板甲呢？板甲没用，板甲扛不了泉水伤害，泉水盾不防。